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我 channel。今日我哋嚟到怪物弹珠，咁我哋继续嚟到抽呢个怪物肉啦。咁到而家已经第几季？我睇下先啊。我唔记得咗我抽咗几多次。咁我抽咗三次啦，系啦，咁三次都冇呢个家具图啦。咁其实我最想就系、是、都系中咗一限定先啦。咁始终。只係得怪物肉呢度有出啦，咁所以都係想要抽家具圖啦。好啦，咁另外嗰兩隻限定咧，就分別係比利夫啦，同埋水貓。水貓咧就冇嘅，咁我亦都好想有嘅。咁啊，比利夫我哋有一隻啦，咁神秘啦，咁啊要多一隻可以做翻進化比利夫啦，咁就即係比較普遍嘅選擇啦。咁我都覺得 OK 嘅，咁啊，所以咧呢三隻其實我都覺得唔錯嘅。如果中到今次呢三隻都唔錯，咁當然啦。第一想要的一定是这个家具图啦，之后就可以不需要五星了。好，跟住就不需要 level 五咁抽了，系啦，去马啦 ，level 五，冇任何特效，我不知道有冇特效嘅，是但啦，睇下先中乜嘢。贝多芬啊，如果一个月剩两个月之前抽咧，应该会讲粗口嘅。咁但系而家抽咧，哇，唔错啊呢坛嘢，系啦。尤其是我蓝尾回啦，打到喷血啦蓝尾回，因为我系用水晶凤来司马懿啦，系啊。咁大家都知道司马懿唔系咁好嘅选择啦。咁而家咧，我竟然抽到只贝多芬啦！哇，发达啊！咁啊，等兽神化啦，因为系咯，兽神化大家都知道，兽神化系呢个蓝尾回嘅极色正宠咯，系啦。咁OK 唔错，虽然冇中到今次怪物肉嘅限定啦，咁但系几满意下嘅呢样嘢，系啦。咁啊，今日系9月29日啦，系啊。咁啊，因为呢个月就比较忙嘅关系啦，即系有一段时间都冇乜消息，系最近。即係見到佢出感嘆號嘅時候，我發現咦好似差唔多夠時間，咁於是咧就即刻喺度爆係啊，咁啊每日300啦，儲翻噶嘛，29日啊今日，咁啊晏晝就輸咗130體又搞掂咗，咁就啱啱好 level 5啦，咁啊爭啲呢個月冇 level 5噶啦，係啦，咁啊第四個月嘅 level 5怪物肉啦，咁就抽到雖然冇限定，其實我好似咁多次都冇中過限定係啦，咁但係。好嘢嚟嘅，系啦，唔错。咁啊，家具图就要再等下一个月咯，系啦。咁啊，各位大家收睇啦。咁啊，睇下下一个月会唔会抽到家具图啦。咁但系呢一集咧就到此为止啦。各位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